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Homage to the Sea Vast Lotus Pool Assembly of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The unsurpassed, profound, and wonderful Dharma is difficult to encounter i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aeons. I now see and hear it, receive and uphold it, and I vow to fathom the Tathagata's true meaning. 上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今天晚上我们继续研究《佛说无量寿经》，曹魏天竺三藏。康僧铠所翻译的《佛说无量寿经》，我们先复习一下，可以先读一遍经文，读中文就可以了，一起读。我闻如是，一时佛住王舍城，其舍窟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其名曰尊者了本际，尊者正愿，尊者正语，尊者大号，尊者人贤，尊者离垢，尊者明文，尊者善识，尊者具足，尊者牛王，尊者优楼频罗迦叶，尊者伽耶迦叶。尊者那提迦叶，尊者摩诃迦叶，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杰宾那，尊者大住，尊者大净智，尊者摩诃周那，尊者满愿池，尊者离障，尊者流冠，尊者坚弗，尊者面王，尊者意成。尊者人性，尊者迦勒，尊者善来，尊者罗云，尊者阿难，皆如是等上首者也。以上呢所读的是说，一开始是阿难尊者说，以下我所要讲的经呢，是我亲耳从佛那边听来的。有一次，佛住在王舍城灵鹫山，当时有12000位比丘集合在一起。这里有列出来31位尊者，他们都是大阿罗汉，是上首的阿罗汉。然后还有很多大菩萨也参加，这个大法会，听佛讲《无量寿经》。我们继续读，又与大乘众菩萨聚，普贤菩萨、妙德菩萨。慈氏菩萨等，此贤劫中一切菩萨，又贤护等16正士，善思义菩萨、信慧菩萨、空无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会上菩萨、智床菩萨、吉根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恒菩萨、解脱菩萨。以上呢，我们所读的是有关所有的参加大菩萨的圣众，就是贤劫的所有大菩萨都会来听《无量寿经》，其中就包括文殊、普贤、弥勒这些大菩萨，然后还有16位在家的菩萨。那么现在呢，是叹菩萨德，这些大菩萨们哦，来听《无量寿经》的大菩萨们已经有，佛的本领，他们可以示现作佛来度众生了。我们继续读啊，皆尊普贤大士之德，具诸菩萨无量恒愿，安住一切功德之法。就是说，这些大菩萨们哦，来听《无量寿经》的，他们都是按照普贤
菩萨所修的德来修行，所以普贤菩萨是修无量的恨怨呢，因此这些大菩萨也一样具足菩萨的无量的恨无量的怨，个个都是安住在一切功德之法。他们不管去到哪里，任何时刻任何个地点，他们时时都是修功德，没有一个时候是造业的啦。所以身口意业都安住在一切功德之法。然后呢，继续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于无量世界现成等觉。这些大菩萨们，包括那十六位在家菩萨哈，他们都已经有能力可以到十方世界去修那个权巧方便的法门，来接引众生入佛法藏，可以就近到彼岸，就是成佛。他们也能够在无量的世界示现成等觉，就是示现成佛。那么示现成佛有八相的成佛，以下就是讲的成佛的经过。 OK， 我们读：处兜率天，宏宣正法，舍彼天宫，降神母胎。要示现成佛，一定先住在兜率陀天一阵子，然后呢在兜率陀天弘扬正法，到一段时间，时间到了时候，就会离开，舍掉那个天宫，而来到人间，就脱胎在母胎那边，降神母胎。然后接着下来就要出世了。我们看，从右歇身，现行七步，光明显耀，普照十方，无量佛度，六种震动。这些示现成佛的大菩萨们呢，当他们在母胎时间到的时候，就会从母亲的右胁生出来，那么一出世就可以走路，走七步，然后一边走路一边就大放光明，光明可以普照到十方无量的佛度去，能够使到十方世界都六种震动。继续，举身自称无当于世，为无上尊，示范奉事，天人归仰。这时候呢，这些示现成佛的大菩萨们呢，他们会每一个都会这样子说，自己说自己是：我将会在这个人间成为最无上的尊者，所有的第四天天王啊，还有这个大梵天王，他们都会侍奉我，我是得到一切天人所皈依所仰慕的。继续，示现算计，闻意色欲，博中道术，惯练群集。然后呢，我也将会，当我长大后，我会示现我是能力很强了，我算术呢是第一我的文学也是第一，我各种的艺术也是第一，我的射箭的方法，种种的一切的道术哈，我都能够明白通达。然后所有的书，世界上所有的书籍，我全部都能够明白，也通达无碍。然后呢，由于后缘讲五四意，现处空中，色位之间。这些示现成佛的大菩萨，他们将会接着下来呢，会到他们的王宫的后花园那边呢，教导人家怎么样打武功种种的才能，这时候就显给大家看哦，教大家怎么样学。然后他也会示现自己是处在王宫里面呢，色香味俱足，活在那个色尘跟味尘这方面，色身香味处啦，表示说他的六尘呢是最美好的啦，他所拥有的东西色尘是最上等的，衣服也最上等啊，房子也最上等啊，睡觉的床也是最上等，所有的色看得到的东西，他所拥有的看得到的房间啊、东西啊、花园啊，什么都好，都是最好的。那么胃就是讲所吃的东西也是最好的，反正在宫中呢，享受一切的色身香味处，最好的色身香味处，所听到的声音也是最好听的音乐，所嗅到的气味也是最香的然后呢，所吃的食物的味道也是最上等，身体所接触的是多么的清凉。本来印度是很热可是呢，他将会示现呢，他住的皇宫是特别的凉。
可能都可以有四季的那种的调空法等等的，总之就是储存也是最好的。然后继续，见老病死，物事非常，弃国财位，入山学道。这位是现成佛的菩萨，他也将会哈，接着下来呢，会看到老病死的一幕，就是他出城嘛，像释迦牟尼佛当时一样，去四个城门那边去出去游行去看，从来没有出过他的王宫，一出去就给他见到老人，给他见到病人跟死人，然后就觉悟了，原来这世间一切不是永久的，我有一天会变老，我会病，我会死，所以他觉得一切的荣华富贵跟才能都不是永久的，所以他就放弃，不愿意继续享受人生，而愿意弃国财位，就放弃他的国家、他的财产、他的位置哈，就不愿意当皇了，就把他的王位呢，本来他是要继承王位，可是他不愿意，他放弃了，就入山去学道。这个是示现成佛的过程啊，继续啊。浮尘白马，宝冠璎珞，前肢令环，舍真妙衣。啊，那么出家的时候呢，是怎么样的情况呢？他一定呢会坐那个白马离开王宫，那白马飞得快呢，国王就追不到了，他的父王。然后他会把他的宝冠啊、璎珞啦，全部呢就托交付给那个车裂哈、啊，那个马夫敲给他，叫他拿回去王宫，他都不要这些珍妙的衣服，还有装饰品，全部舍到完。然后呢，就穿什么衣服呢？而着法服，剃除须发，端坐树下，勤苦六年，行如所应。然后呢，菩萨呢，他这时候将会穿法服，就是穿上袈裟出家的衣，然后就把头发啦，还有须发、胡须全部都剃到光光哈、啊，端坐在树下修苦恨六年，这个都是要示现成佛的必经之路哈、啊，你们背起来呀、啊，将来你也会这么做的、哦。你要成佛你都会这么做的。继续啊，现五浊刹，随顺群生，事有成垢，沐浴金流，天暗树枝，得盘出池。这位菩萨呢，行了六年苦恨之后呢，他因为既然是示现在五浊恶世里面成佛，因此他要随顺众生的根性，一切众生都是有我们五浊恶世的众生都是不净的啦，身体很肮脏啦，几天不洗澡就臭得不得了那种，所以他也示现这个样子，他不会跟人家不同。那么他六年修苦恨呢，也没有什么洗澡，所以他身体也很是很肮脏的啦，所以最后发现到这也不是办法，又一天一麻一麻也饿得像那个木材一样瘦，根本没有气力，也不能修行嘛，所以他就决定放弃苦恨，就到那个河流那边去沐浴。那沐浴完了要离开那个水池的时候呢，天上的天人就把树枝按下来，让他挖住那个树枝呢，就按住树枝就可以呢爬上那个岸。然后这时候呢就有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临秦义众往义道场，吉祥感征表彰工作，哀受思草，就会有很多灵鸟啊，就跟着这位菩萨走，这菩萨走到哪里他们就飞到哪里哈，往义道场，跟着菩萨呢走向哪里呢，往那个道场菩提树下那边去。这时候呢有吉祥的瑞象现出来，来表示这位菩萨是有功德快要圆满了，所以就有一个人就会布施一堆草哈，给铺草给佛，给将要成佛的菩萨呢打坐用。然后呢，夫佛树下家夫而坐，奋大光明，死魔之之。这位将要示现成佛的菩萨、啊、他会坐在菩提树下，这位有一个人呢就会铺草、啊、他就会坐在那个草上，这时候菩萨一定是结跏趺坐啊，双跏趺坐，一双跏趺坐立刻就放大光明，所有的魔就知道这个人快要成佛了，然后就怎么样呢，
魔率官署而来逼视，自以自立，皆令降服，得为妙法，成罪正觉。所有的魔就率他的官、大臣啊，魔的臣啊，魔的眷属啊，全部要来呢，给这个菩萨考试，希望他失败，不能够考试成功，希望他动念，动贪嗔痴的念就不能成佛。那么可是呢，菩萨呢是很有智慧的力量，他用智慧的力量、来降服这个魔。魔是很愚痴的，魔是有智慧还是愚痴？魔是愚痴的，所以你只要有智慧、魔就没有办法干扰到你。很多人学佛学佛着魔、是因为你愚痴才会着魔。什么叫愚痴呢？愚痴就是着相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还有那个金刚经有讲什么啊？金刚经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人也是，人也是空。 无我相就是没有人相，人也是空、众生也是空，寿也是空，我也是空，一切都是空，哪里有魔？魔也是空呢。如果你有空的般若智慧啊，你就有智慧，因为般若就是智慧嘛。般若就必须要知道了，般若翻译成中文叫不可得。不可得就是说没有了，没有，你得不到，你不能够抓住这个魔，你也不能抓住你的，这个是不可得的，当场是空的，这个是很高深的智慧。可是这个有这个智慧哦，魔就没有办法干扰到你。问题是我们众生凡夫啊，着相啊，认为有我、有人、有众生、有魔、有好人、有坏人，对不对？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执着心，因此我们有智慧吗？没有般若智慧，那跟魔差不多了。那因此魔很容易就可以干扰到我们，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要开智慧，一定要开般若智慧。你有般若智慧，你修行就很安全了，不会着魔。那么因为菩萨到了这时候已经快要示现成佛，当然他智慧的力量是很强，所以有办法控制那些魔。他有办法哦，因为你知道吗？当你有般若的智慧哦，般若的智慧是真空，真空就不妨碍妙有。当你有真空的智慧，你就可以示现种种的妙有，就你的心想什么就有什么。所以当那个魔他派魔女来示现，来很妖艳的那个魔女啊，在他前面啊跳舞啊，那个菩萨呢，他知道这个是空的不可得啊，是不可得，已经了解真空，因此他也可以有妙有的能力。他只要想，你们啊，这三位啊，其实啊，丑的不得了，是老人家啊，掉了牙齿，最丑的一个人。哎，他一打这个念头啊，一出来，立刻这三个魔女就变成老人家啊，那个就是那个驼背啊，又很难看的一个老人，脸都皱啦，头发都白。所以那些魔女看到啊，我们这样丑啊，不好意思啊，不敢再去骗人了啊，就退了。所以呢，也就是说，当你有真空，你才有办法心想事成，你可以转境界的，就是很妙的。这真空不爱妙有，必须要有真空的功夫，就可以显示你的妙有，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他哪里没办法，你就好像有神通的人一样，因为你的心已经有真空的智慧，也就也可以有妙有的力量，清楚吗？OK， 所以自以自立咯，怎样制服他？用智慧的力量就可以降服魔了。得为妙法啊，当你魔给你降服了，你就得到法，微妙的法，就得到什么呢？最高无上的法，就是佛国咯。所以就成了最正觉，就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最微妙的法，他得到了。要得这个法，先要有办法一关一关破除，还要行菩萨道啊等等，四现八相成佛。我们继续看啊，示范其劝，请转法轮，以佛犹不佛吼而吼。这时候呢，当佛一示现成佛之后呢，讲华严经，讲华严经之后就想入涅槃。可是呢，这时候就有天上的玉皇大帝，就是帝释，还有大梵天王，就会下来人间，祈求佛，注视不要入涅槃，劝佛一定要转法轮。那么佛就开始要去转法轮咯，佛吼而吼咯，用佛的智慧来去讲经说法，就像那个狮子在那边吼叫，所有的天魔外道啊，那些其他的
邪说都会怕，佛讲法就像狮子吼，所有的百兽都会恐惧。啊，这个我们都讲过了哈。佛讲法有2、4、6、8，有八个譬喻在这里，我们大家读：叩法鼓，吹法锣，指法剑，剑法床，震法雷，要法电，速法雨，言法师。这几个譬喻哦，你去《法华经》都可以找到的，可能稍微不，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它的讲法，不过都是这种有关法鼓、法床、法雨、法雷啊这一类的。佛讲法就像叩鼓，叩人心弦，有没有？有人如果他很会弹鼓啊，他很会打花鼓，会叩人心弦，扣住人的心。所以佛讲法会扣住人的心啊，让你能够呢被他吸引住，你不敢乱打妄想，你会很诚心专心去听。吹法锣呢，你那个法锣一吹啊，你都不会打妄想了。佛一讲法，你不会打妄想。真的，我就有听过，我上次讲过，我就有听过，我参加过一个法会，人家吹法锣，我一听，哇，他法锣的声音这么大声，大声到哦，你们只会注意那个声音了，什么都不会去注意。也就是说，佛一讲法，你什么都不会去想，你不会想家，也不会想儿想女，什么都不想，只会想佛所说的法，只会专心了，他就有这个力量。然后呢，指法剑。佛一讲法就好像拿着剑一样啊，你如果看到一个人拿着剑，你会怕，一定怕了。所以佛一讲法呢，你都不敢乱打妄想，不敢呢不守规矩啊，你会乖乖的听佛所说啊，而随顺佛所说。剑法床啊，佛讲法就是好像在装饰这个道场，有一个床是很庄严的装饰品。法的床，也就是说当佛一讲法，他的法的内容呢是帮助众生庄严他自己，也庄严别人，庄严佛国度。所以他一讲法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庄严，庄严自信，庄严一切。所以你们来学佛法，你们现在在听经啊，我们在这里也是见法床哦，你们在这里听经闻法哦，你知道吗？你在庄严你的什么法身啊，法身啊。你吃一顿饭呢，是在补你的身体嘛哈，不吃就没营养。现在你在养你的法身啊，所以法身呢得到滋润呢，法身就会庄严了，不会好像有气没力这样啊，哦，就道心啊。有些人学佛学得很懒惰懈怠，要不然一到境界就很退心，这个就是他的法身很 weak， 很弱，不够强壮啊，也。如果你法身庄严起来，那不得了了，你去到哪里都可以庄严别人，让人家能够转烦恼为菩提，让人家能够呢把种种烦恼都丢掉，那个是就是你已经有那个力量，因为你已经庄严了你的法身，你也可以庄严别人。所以佛一讲经说法就是见法床，他庄严他的佛国度，也庄严一切众生的佛国度，一切众生再去庄严一切众生，哇，所有法界都庄严起来，所以叫见法床，能知道吗？所以很不可思议的，你不要小看你们了。OK， 震法雷，震法雷呀！啊，现在下雨啦，有没有打雷？啊，一打雷大家就吓一跳，有没有？啊，这个就是在吓什么人呢？吓那个恶人。如果啊，半夜人家说，如果你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呐，啊？啊，半夜的敲门也不怕，要打雷你会吓到哦。我们就是过去无量劫到现在，不知道做了多少亏心事，所以一听到打雷 automatic 会怕起来了。如果是菩萨啊，听到打雷会不会跳一下？不会，谁打雷不会跳一下的？那如果不会，那真的是不简单，你没有做什么大恶事，这个跑不掉咯。打雷就是一个 testing 哦，看你有没有恶哦，啊，有的。那所以呢，佛一震法雷的时候啊，你就知道了，我们就知道，哎呀，佛所讲的这些啊戒律啊，这些道理啊，都是我曾经做错过的，都是我犯过的。你会怕啊，你一怕的话呢，你就怎么样呢？你就会赶快呢改过咯啊，要法电啊，就闪电，闪电呢一闪一下就亮一下哈，
也是给众生光明的意思，也是给众生要注意，要注意。所以佛讲法的时候，大家的注意力是100%的啦。然后速法雨啊，现在下雨啦，所以不要嫌下雨哦，淋到雨。下雨是下甘露法雨，你想它是甘露法雨，就是甘露法雨，一切唯心造。速甘露法雨，灭除烦恼厌啊，你知道吗？佛讲法是甘露的法雨，那么它就等于下甘露法雨。如果我们被甘露雨所淋的话，我们身心都清凉，本来发高烧都会病好，这个就是甘露的好处哈。有病的人喝了一点点甘露，百病就除掉了，所以甘露是非常好的东西来，很难找到的啦，可以长命百寿的喝到甘露。那么佛所说的法就是甘露法语，你如果听了之后呢，你服进去这帖药甘露法语的话，你临近你的心里面，把这个甘露法语呢把它装到你的心灵里面的话，你的烦恼厌就消除了。不然的话，我们如果不听法，我相信啊，今天不生烦恼，明天都可能生烦恼，对不对？一生烦恼，那个烦恼就像火焰一样，火焰呐、在那边烧啊，很辛苦的，不好受的。所以这个烦恼焰需要靠这个甘露法语来灭除，让你清凉 ，OK。然后言法师就是说，佛讲法就是做法的布施。布施给众生，我们继续看，这个我们还没有研究的，现在我们就继续研究，从这边开始。OK， 这个要读两遍中文，一遍英文。常以法音觉诸世间光明普照无量佛度一切世界六种震动。先英文。At all times, he awakens the world with the sound of the Dharma.His light illuminates countless Buddha lands, causing the entire world to quake in six ways. 常以法音觉诸世间光明普照无量佛度一切世界六种震动。示现成佛的菩萨们呢，这时候呢，因为已经示现成了佛了，所以他会继续转法轮。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给你们看《华严经》离世间品有讲的。我们读：教化众生师，乃至道场不舍故。Giving to teach and transform living beings, because of never renouncing it, even up to and including the time while sitting in body mandala. 好。菩萨修十种清净的布施，第九个叫教化众生施。菩萨呢，永远都要教化众生，这也是一种布施。因为你要教化众生，你要不要用你的精神呢、用你的时间呢、你的体力呀、你要做各种，你要舍你的内财外财嘞，为了教化众生哦，你要舍你的精气神，这是内财呀、用你的心啊，心思啊。这个都是一种布施，把自己的精气神、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命布施给众生，教化他们改恶向善、离苦得乐、成佛，所以也是一种布施来。而教化众生的布施是乃至于你成佛之后，道场乃至道场是乃至于成佛都不可以舍去，都要继续教化众生。所以呢，这里说所有的菩萨，他示现成佛之后哈。他都会常常怎么样呢？还继续教化众生哦，所以常以法音觉诸世间哦，而教化众生就要讲经说法，所以呢，菩萨常常会说法来觉悟所有的世间有情无情的众生。你们知道吗？菩萨讲法，难道只有有情的众生在听吗？不是的哦。诸世间就是世间有两种啦，一种是有情，一个是无情嘛。有情的世间就是我们这些六道的众生哦，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哦。所以菩萨讲法，他不但会度我们人间的人，他一讲法，连天人都会来听的啦。阿修罗有善根的阿修罗也会来听，地狱、恶鬼、畜生有缘的众生都会来听，而能够觉悟。忏悔他们就可以离苦得乐的了，很不可思议的，讲法就可以度众生了。然后还有呢，无情的众生就像樟树这一类的咯，不会流血的啦，那一类的啦，无情没有血肉的哈，树花草树木都是可以
觉悟而皈依三宝，然后他们都可以离开那个无情的这个世间，而可以转成有情，然后修行，然后成佛。所以菩萨常以法音觉诸世间，因此他的光明智慧，菩萨呢透过讲法就把他的光明照出去了，放出去啊，放大光明，就是讲经说法。因为讲法就是佛都是智慧的，那把智慧放出去也就是放光的意思啦。光明就普照无量佛度，然后一切世界六种震动感动呢，所有世界都会有六种震动的情况。所以呢，佛讲法也会令六种震动地动啊，那也表示说非常的影响力很大。那我们继续看来，总色魔界动魔宫殿，众魔则怖，莫不归服。国列邪王，消灭诸见。慢慢读 English. It encompasses Mara's realm, shaking his palace, so that he and his host become frightened and surrender. The Bodhisattva tears, asunders the net of evil, destroys wrong views.总色魔界动魔宫殿，众魔则怖，莫不归服。国列邪王，消灭诸见。示现成佛的菩萨呢，这时候他会呢，他的法音呢是觉悟所有世间，世间当然也包括魔界喽，所以他也会摄受魔界的这些专门要跟佛，打对台的哈，专门要破坏佛的魔，他也愿意摄受他，所以他会令魔宫震动。那么佛的光明一照啊，照到魔宫啊，魔宫就会震动，所有的魔都会害怕，害怕了他们就乖了，就会来皈依佛，想被佛所降服。然后呢，佛说法呢，就能够令呢所有的邪知邪见哦，都会每个人的邪知邪见哦。都会除掉，然后我们个人的这种不圆满的知见也会放弃。我们要采取的是什么知见呢？你们知道吗？学佛的人应该要用什么知见来处事、来修行？你要用你的知见呢，还是要用佛的知见呢，还是菩萨的知见呢？宣明，你讲啊，佛，那么当你研究佛法研究久了之后哈。你就会觉悟啊，起一个觉悟心啊，还是佛的看法，佛的所知所见最准，其余的都有所偏。菩萨的知见都还不够圆满，只有佛的是最圆满。而我们凡夫的知见对不对呀？哎呀，都是颠倒的，啊，颠倒妄想。我们的知见都是不对的啦，啊，每次都看一个角度而已，然后就来。喜欢、讨厌、生气、贪爱，就是这样，啊。那么菩萨跟佛的之间呢，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不会起烦恼。为什么可以不起烦恼？就是因为之间呢，看的角度哦，很好。所以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个 slide 啊。有智慧的人不会和不同角度的人争吵。一位老员外特别喜欢牡丹花，庭内庭外都种满了牡丹。有一个老员外哈，老员外采了几朵牡丹花送给一位老翁，老翁很开心地插在花瓶里。隔天邻居激动地和那个老翁说，你的牡丹花每一朵都切了 几片的花瓣，这不是富贵不全吗？因为牡丹是富贵的嘛哈，老翁总觉得不妥，就把牡丹花全部还给老员外。老翁呢一五一十地告诉老员外关于富贵不全的事情。我插在花瓶，结果人家说我富贵不全，我不敢插了。然后呢，老员外忍不住笑说，牡丹花缺了几片花瓣，这不是富贵无边吗？老员外跟他讲。老翁听了颇有同感，选了更多的牡丹花，开心地走了。
有智慧的人不会和不同角度的人争吵，因为每个人站的角度不同，说话的方式自然就有所差异。不管意见和你是否接近，每个角度的意见都值得去采纳。多往积极的层面去思考，你会发现自己充满活泼朝气，学到的知识更多，任何问题都浮现着隐约的答案。重要的不是你站的角度，而是你思想的广度。好了，可能也许有人不太懂这个 slide， 我讲一讲啊。你这个哈、哦，你要稍微你必须要稍微思考一下，就是说他这个老员外把他家里的牡丹花送给一个老翁，老翁就拿去插在花瓶，然后呢，隔壁家的人看到隔了一两天，不是花瓣就掉了吗？那隔壁人看到不是讲他咯，这个牡丹花是富贵无边的，可是你已经欠了几个，就不是富贵，就不富贵了啦，意思是这样。所以那个老翁就惨了，那我家里摆设着这样子的牡丹花，好像不好预兆啊，我会没有富贵了哈，富贵不全了。所以他很担心，就还给老员外。可是老员外的想法就跟他不同，他说牡丹花缺了几片花瓣，就是花瓣没有了哦，那就表示没有花瓣，就是花瓣无边呐、啊，没有限制嘛，限制嘛，这个就是富贵无边。所以他讲，哎，这样也是有理由哦，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他就接受哦，就比较开心哦。所以这个就像我上次讲，我没有跟你们讲，我说上人过年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19、20岁还是刚出家，他喜欢写对联吗？那他写对联，他就那时候大年初一一大早哦，就在庙里写了四个字“智慧如海”四个字，就挂在那个庙里的墙壁上。那另外一个同参他的师兄弟也是沙弥，他们都是沙弥，那个沙弥看到就一直读咯，智慧如海，智慧如海，智慧如海，很高兴哦，大年初一就看到智慧如海这么吉祥的对联吗，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那上人就觉得有一点吵哦，这个人他就要捉弄他一下，他就跟他讲，我说你啊，业力如海，不是阅历啊，业力如海。然后呢，这个沙弥一听了马上生气哦，大年初一你怎么讲我业力如海啊，你真是的。然后上人讲，我说你业力如海，我意思是指你 业有善有恶吗，我是指你善业力如海啊。他说哦，是哦，这样啊，很好，又高兴了，解释一下又高兴了。所以上人讲，我们人啊，一个字哦不一样，你的反应就不同啊。所以这是角度嘛，你的角度，你的 understanding， 你看到业力如海，你所懂的业就是不好的，所以你就生气。当人家跟你讲业也可以是善业吗，那你就想是善业，你不是高兴吗？所以也就是说，当人家骂你的时候，人家说你的时候啊，你不要就这样一个角度就听，这个很侮辱我，你就生气。你用那个角度来看，你可以去想成他是在唱歌给你听啊，你不是高兴吗？所以上人常常这样教导我们的，他说你要修忍辱，忍辱波罗蜜，忍辱真的非常好的，忍辱的功德比布施跟持戒还来得大，真的。怎么样说呢？他说人家骂你，你不要生气，你就把他当成是怎么样呢，他唱歌给你听。也就是说你以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啊，声音啊，不管是骂你赞叹你，只不过是什么声音而已嘛。那声音呢，就是有很多种声音啊，你可以把它想成，哎，其实这个不是骂人的声音，是一种歌唱的声音，是那种歌唱的 wave， 你可以这样想的吗？没有问题的吗？那你不是想这样的角度你就高兴吗？啊，然后还有啊，他说你给人家打一拳哦，你也不要生气哦，你就当作哦，你不小心撞到那个墙壁哦，磕到，然后这边就一立起来，哎，没有关系，因为它是墙壁。如果哈，你撞到墙壁，你会不会生气去撞回墙壁啊？打回墙壁呢？你一定更痛啊，对不对？
所以他说，当你想成别人打你一拳呢，肿起来，你想哦，我撞到墙壁了，没有关系。他说这样你又得到忍辱波罗蜜，因为我无量的功德。如果我们不这样子去用换另一个角度来去想，哈，来去看呢，我们会很苦恼、生气，然后呢打架，跟他结恶缘以后啊，越来越糟糕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佛教徒啊，要有智慧哦，要越学越智慧哦，越学越快乐的，不是越学每天都跳不出你那个烦恼圈呐、啊。现在你们啊练习啊，从现在开始啊，你们要练习哦，看到什么逆境你所不喜欢的，你往好地方去找。一定有好的角度的，无量无边，好的比不好的还多、哦。常常你就把不好的其中一个角度啊，看得越来越大，那个黑点呢、啊、越看越大。其实还有很多好的，值得你开心的，你去找，你越找会找得越多，然后你会越来越不怕逆境，不怕那些恶的境，你都懂得怎么转它。OK， 所以你看佛哈、啊、就可以。讲经说法来消灭种种的意见，你看意见不同哦，别人意见说哎呀你这样骂我很没有礼貌，你的意见是不能够接受人家骂，如果你换另外一个意见呢，佛的之见那不得了了，给人家骂就是在增长你的福德，他一骂你就消业障，对不对？他一骂你的话呢，他就可以，你能够忍，你就有禅定功夫，有忍辱功夫，你的功德又增上。所以以佛的自见来看，给人家骂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啊？所以你要用佛的自见来看，你不要用你个人的自见了，你个人自见一定带给你很大的痛苦。我们怎么想都是我们的自见令我们这么想的。我跟你们讲，我们每个人都有第七摩那识，我们一出世哈、哦、投胎，我们的灵魂终阴身，一找到有缘的父母的时候，就看到有一道光，我们去投胎。我们一投胎的那一刹那，只有第八阿拉耶识，可是这个阿拉耶识一入胎了之后，立刻它就会很快的就会生出前面的七个识 ，the other seven consciousnesses。第七个是什么？摩那。摩那呢，再下来就是六识。摩那识就是我们的阿拉耶识哈、哦，阿拉耶识是主人 ，OK， 主人是阿拉耶识。主人要做工，必须要有很多人帮他，所以他就生出一个 manager 出来。manager 是谁？摩纳士，有很大的意见，我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的。然后谁要帮 manager 去办事呢？有工头，还有工人，对不对？啊，工头就是第六意识，工人呢就是前五识，眼、耳、鼻、舌、身，我们前面的五识哦。专门帮忙做工的，去认识外面的境界，对吗？我们眼睛看东西，我看到了什么？看到了，然后那个工头就直接说这个好不好？这个哈是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告诉你应该怎么处理。但是是谁叫工头你要这样子做？是 manager 已经有一个 policy， 有一个那个规矩，要怎么处理东西。啊，然后呢，最主要是老板哈、啊。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们的 manager， 我们的莫纳士哈、哦，他是充满很深的两个与生俱来的一种执着心，叫做俱生我执跟俱生法执 ，inherent attachment of self，inherent attachment of dharma in our mana consciousness 啊。所以这个莫纳士呢，他以生带来你就有自己的我见跟我。我执啊，就是那个我见哦，这个莫那识就有我爱啊，我见啊，我慢啊，我痴，每个人的我见不同的，你第以前无量劫带来的，所以你看为什么你生了六七个孩子，每一个孩子的想法都不同，他们的知见都不一样啊，有的就一出世就喜欢调皮捣蛋，有的就很乖，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他们的我执不同，我爱不同，我见不同。那现在是我们的我见，使当我们觉得这个好不好，然后好我们就贪爱，不好我们就生气，因为是你的我爱，所以很坏蛋了。我们有这四个绑到我们死死，我见，大家读我见，还有呢，我爱，我慢，我吃，你们读，我见，我爱，我慢，我吃，你要认识你自己哦。啊，现在你看，我们有我们的自己的想法，觉得这个好不好？然后又有我爱，我就喜欢这样子的情况，我不喜欢那样的情况，就是我爱在那边作怪。
这我爱呢，我见还有我慢哦，我有自尊的，你不要这样对我没有礼貌，有没有？啊，那个我慢，哇，这几个还有自己的愚痴，这几个配合在一起，天天叫我们的第六意识这样子想，想这个是好，这个不好，这个我喜欢，这个我讨厌。你会这样想，觉得喜欢不喜欢，是你的我见我爱我慢我痴让你这么想的。那可是呢，你讲想都好，都是妄想，对不对？想好也是妄想，想不好也是妄想，都是轮回。我们之所以不能成佛，就是两样东西，什么呢？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有没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所以我们就是妄想跟执着使得我们一直做凡夫。所以佛来到人间哦，他会把你的种种的知见呢、灭掉。当你灭掉，你不要用你的想法，用佛菩萨的想法，因为佛菩萨所看的是全面性，我们看的只是一个角度，明白吗？你看了一个角度，你一定想不通的，到时候你一定不是害怕啦，就是贪爱啦，不然就是不是就紧张啦。我们有种种的情哦，都是因为我们的知见使我们这个样子。如果你有佛菩萨的知见，我们才有办法活得自在解脱。佛菩萨很自在解脱，因为他看得很全面性，他看得很远，我们是看眼前啊，我们就被眼前的东西绑到死死，我们没有看到将来。所以我们现在呢，越学越学哈，我们会慢慢把我们的知见换成是什么佛的知见，我们就会越活越自在解脱，快乐安隐。我们继续看，善诸尘劳，坏诸欲欠，严护法成，开阐法门，洗濯垢污，显明清白。Remove afflictions, flushes the gutters of desire, protects the Dharma castle, opens the Dharma gate, washes off the grime of the passions, and reveals the pure white Dharma. 多么好啊！你们看啊，之前是讲说佛他的法音觉悟我们世间。那他怎么样觉悟我们呢？他令我们改变。我们讲改变呢，连魔都会改变，魔都会呢归服于佛，而那些邪知邪见的情况呢都会丢掉。我们个人的种种不对的知见、颠倒的想法都可以灭除。然后他还觉悟我们，令我们大家都能够善诸尘劳，把我们的尘劳哈、这边翻译成烦恼。尘劳就是烦恼 ，OK， 把我们的烦恼都会散掉啊，慢慢的就扩散就没有了，丢掉了。然后呢，把我们的欲望，佛所讲的法，你听多了，你的欲望就会丢了，你就会把它破坏掉了哈、不然欲望多么坚固啊，看到就会爱啊，就会要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它会令众生觉悟到什么程度呢？大家都会严护法成。我们都会很谨慎的来保护佛法的尘，开阐法门。这个有两方面的解释，你也可以说它会令众生严护法尘，开阐法门，也可以说菩萨本身呢，他本身会很谨慎的保护那个法尘，他会一直一直呢护这个佛法。令佛法呢继续弘扬下去，让众生可以继续听经闻法而得到洗濯垢污啊，让大家都能够呢把自己的污染都洗干净，显明清白，让大家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白法，什么是黑法，大家呢都会得到真正的清净的白法，而不是听到那种染污法、相似法、不对的法。所以这个是要有一点智慧，像佛这样子的智慧呢，他就有办法哈、你听佛讲经说法，你的烦恼会除掉的，你的欲望也会断的，然后呢你自己本身也慢慢像佛一样，也会保护那个法。也就是说你去到哪里，你就住在法，不是住在烦恼，不是住在欲望了，然后你有办法利用境界来开阐法门啊，你知道吗？如果你会修行哦，逆境顺境都是修行的场所，都是可以修法的。我不是说吗，譬如人家对你不恭敬，你也可以修法。修什么法？发愿哦。发什么愿？不得恭敬，当愿众生不行一切不善之法。你一发这个愿，你就是在修什么敬恨品的法。所以修法不是一定要顺境才，没有人吵你才修得到啊。
境界来就修不到，不是的，开车也可以修法的啊。啊，那我们来看开车的修行法来，有好几个愿呢、啊。我们在路上哦，开车的时候，我们会见到很多情况，都是可以修法的，叫开禅法门，啊，开车都可以哈、哦，弘扬佛法，都可以修各种的法。一开始哈、哦，要走路出去都可以修了啦。我们从这边开始修起来，请合掌啊，发指向道，当愿众生去佛所行，入无依处。When I take the first step in cultivating the way, I vow that living beings will tend towards the conduct of the Buddhas and enter the place of no reliance. 好像你们要来道场哦，听经闻法哈，你就要发这个愿哦，因为你来听经就是要来修行嘛。啊，一走第一步的时候就要发这个愿，发指向道，当愿众生去佛所行，入无依处。因为你要来道场，就是要去佛道场，就是要为什么要去道场干嘛？就是要去听经闻法，听经闻法就可以知道佛道是怎么修吗？所以你就是要去向佛所行的路去走，大家都能够入到什么无依处。非常好的，我解释一下给你们听啊，什么叫入无依处啊 ？Very good 了。我们凡夫啊，是入有依处，你说是不是？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要依靠什么才能够过活？要什么？衣食住行，对不对？你没有衣服，你怎么过活？冷得要死，热得要死，对不对？然后你要靠食物啊，没得吃你就死了啦，对不对？啊，住没有地方住也很惨啊，现在下大雨不是很可怜吗？落汤鸡，所以我们要依靠种种的东西来维持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属于有益处，我们入有益处。而佛菩萨他们怕不怕下雨呢？下雨他们会被淋湿呢？他们不用靠这些，他自信里面就拥有一切，不用靠外在的，所以入无益处。所以也就是说，当你一走路要来听经闻法，你就已经要记得了，我要听法最终目的是希望我跟众生都能够去向佛所行的，跟佛一样，佛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然后我们跟众生一起能够入到无依处，跟佛一样无依止，什么都不用依靠，自己要做什么都可以啊，没有钱也没有关系，没有房子也没问题，你自信里面就是最大的宫殿。所以为什么佛他住在母胎，就是住在一个大宫殿，很庄严的地方，不是肮脏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不用靠外在来庄严，他内心就庄严得不得了，他要怎么变都可以，明白吗？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去向这条路去。我们再读一遍来，发指向道，当愿众生去佛所行，入无依处。然后再来，若在于道，当愿众生能行佛道，向无余法。When traveling on a path, I vow that living beings will walk on the Buddha path.And tend towards the Dharma of no residue. 玉丽啊，你要背哦，以后你一路上你要背这些，你要背这个。为什么呢？我觉得如果我们一路上啊，都发这个愿啊，你就是开禅法门，你修种种的法，好过我们去想，哎，昨天敬老节怎么样啊？啊，明天要，我们想那些都还是轮回，你知道吗？可是你发这个愿呢，就带一切众生发愿，你是修福修慧发清净愿，又是理智哦，那是去佛国的条件。你要生十方净土，你就是常常有这样好的念头，而且这个念头是就近的念头，成佛的念头，哎，非常棒的。你看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啊，要发愿，当愿众生怎么样？能行佛道，向无余法。我们是行这个舍人班 highway，OK，KL 到舍人班 highway， 那个 highway， 哎呀，暂时的 highway 了，你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 highway 的。不如我们永远走一个 way，Buddha way 不是更好吗？佛道哈，希望众生能够行佛道，向哪一个地方去呢？哎，如果你是走在佛道，你会向什么地方去呢？如果你是走舍人班 highway， 你可以向舍人班来，向 Johor 啊，对不对？啊，像这些地方都不就近，总有一天你都要离开。不如我们像一个最就近的地方，就是像无余法。无余法呢，假如你行佛道哦，你可以得到无余法，没有剩下的法，那个法是无限的。如果你得到无限的法，你说
你做什么都会有限吗？你会累吗？你会肚子饿吗？你会有种种的限制吗？没有的。你会人家问你一个问题，你就答不出两个答案吗？你不会有限，你是无余啊，没有限制的那种法，你就得到了。走佛道就是可以如此的。所以你看你们舞龙舞狮，第二天累不累？累不累？累哦，因为你是有余法，你不是无余，你不是有无限，你是有限。所以当你行佛道，你一定会向这个无余法，没有剩下的，就是无穷无尽啊。继续，摄入而去，当愿众生屡尽法界，心无障碍。While walking on the road, I vow that living beings will enter the pure Dharma realm and be without obstruction in their minds. 我希望你们哦，认认真真把它写下来，然后你们来不及抄，就去看《华严经》净恨品第十一，也就是《华严经》卷第十四，抄下来。因为你们每天都开车，每天都走路，走路也可以修法，开车也可以修法，你要立无量的功德，你要得到无量的殊胜功德，就是会发愿就有了，是这么简单。我这次去新加坡，哇，那些居士啊，好精进啊！我跟他们讲，他们真的就有那个 feedback 啊，就很精进用功，然后还打算我给他们功课，下一次去他们就要背净恨品，现在给他们功课背净恨品，所以他们很用功。所以你们老人都可以背几句而已嘛，很容易的，好过你去想我的孙子怎么样啊，我儿子怎么样，想那些又不能成佛，不如想这个法，为一切众生发愿。好，我们再背一遍，摄入而去，当愿众生屡尽法界，心无障碍。这个愿太棒太棒了哈！我解释一下啊，摄入而去就是你走路的意思啦。我现在从这个芙蓉观音圣寺走到门外，要去上车，一路上就是摄入而去，要发愿怎么样？当愿众生怎么样？屡尽法界，心无障碍。什么叫屡？屡尽法界，屡就是踏在清净的法界。假如你踏在清净的法界，你心就无障碍了。为什么佛菩萨呢？遇到什么境界都不怕，啊，都没有障碍，给人家杀也没有障碍。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踏在什么地方？清净的法界。法界是没有障碍的，我们呢，人间的人才有障碍，佛法界是没有障碍的。所以我们能够入法界的人就心无障碍，因为已经无明破了，烦恼除了，哪里有障碍？我们有障碍就是因为有烦恼嘛，人间是有烦恼。法界呢，清净法界就是佛法界，你踏在佛法界上你就没有障碍，因为佛是没有烦恼，没有无明，没有见思惑的，也没有什么尘沙惑，因为没有无明就没有障碍。我们有障碍，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才觉得是一个麻烦，对不对？常觉得这个麻烦呢，这件事情很难处理嘞，你就很多障碍，很多障碍。为什么？因为你智慧不够，你有无明，你不明白。那所以呢，如果你得到踏在清净法界上，也就是踏在佛的智慧上，哪里有障碍了呢？心就无障碍。所以你们说，这四句的愿好不好？究竟不究竟？是谁教我们的你知道吗？文殊菩萨，大智慧的文殊菩萨所讲出来的141个愿都是 best， 每一个愿短短罢了，但是就可以让你成佛，就可以让你当下得到无量的功德，殊胜圣妙的功德，这是真的是宝。我真的觉得我们业障重的话才不会遇到这个宝。我们刚刚出家，我们就要背53小咒，53小咒就有53个，差不多53个这样子的偈颂。洗手也背，好也要背，啊，上厕所也要发这个愿。那时候呢，哎呀，就背啦，为了要收戒，一定要背嘛，就背呀。但是一点都觉得没有什么，也不会拿来用，我觉得还麻烦嘞，背这个做什么？你看业障多么重哦，刚刚出家不会欣赏，直到呢。这一两年呢，我才慢慢发觉，原来这个这么重要。你要得功德，不是每天拼命啊去帮人家做什么事才会有功德哎。你每天你上班也是有功德，开车也是会有功德，上厕所也会有功德，
你大小便啊，洗手洗脸都可以有功德，就看你会不会发愿而已。所以菩萨修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举一动每做一件事情，他都是善用他的心，做这个事情就想到法。好，你看走路就想到我要走来走路嘛，踏在路上嘛，我一踏在路上，我就想到我要踏在什么地方才是最究竟，他就想到踏在什么清净的法界，心就无障碍。你看这个是不是无量的智慧才会想得出来这么好的愿？我现在跟你们讲，我都非常的感动，我自己都觉得说，哎呀，菩萨实在是不可思议，他们的心念那么好，连普通事情他会想到这么究竟的道理。踏在路上了，不是这样踏吗？但是他就想到，我不是踏在普通路，我要踏在什么地方？清净的法界，然后我心永远无障碍。不是我一个人要这样，我当愿众生都如此。所以你心量是那么广大，为众生而发愿，就无量的福就来了。而且这个愿是最智慧的愿，具有无量的智慧。然后这是清净的愿，啊，这个呢就是一种理智，理智。我们要理智啊，我们不要那么情感啊。哎呀，我们你看我们人啊，踏在路上就在那边怪了。谁为什么地上给我弄这么肮脏？有没有？你看，你看到肮脏，你就生气，有没有？你就没有想到，我踏在路上，我马上要记得我要清净法性，你不会想到这个圣妙功德，你是起烦恼。所以你看这里还有讲的，见到路上很肮脏，应该怎么发愿？你看多么的妙！你们要不要听下去？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学佛，这些大菩萨示现成佛之后，他就是会教导我们开阐法门。就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可以修各种的法的，就可以立无量的功德，很平常的生活当中的。 OK，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啊，摄入而去，当愿众生屡进法界，心无障碍。现在我们呢，如果你们去那个怡保啊，靠近怡保的海高速公路啊，就会那个有一个地方比较高一点，有没有啊？就是健身高路。当你去到那个路哈，变成比较高，你要发愿哦。不是说哎呦高哈，我的车会比较慢，只会讲这个，只会告诉人哎，我现在走比较高了哈，所以会慢下来哈。讲这一句有什么意思？不如讲健身高路，大家读健身高路，当愿众生永出三界，心无怯弱。英文。When ascending a steep path, I vow that living beings will eternally transcend the three realms and be without fear or timidity in their minds. 好，看到那个路越来越高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哎，走到高的路上，就好像要出去什么？出去三界。啊，出去三界，就怎么样呢？就不用怕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你会不会有胆怯的感觉啊？会不会怕人偷你的东西啊？会不会等一下遇到什么 accident 还是什么问题啊？都很怕的啊，因为你还在三界的关系。所以我们健身高路本来是很恐怖的事情嘛，哈，哎呦很高很高，到底我的车会不会滑下来啊？怎么样怎么样啊，哈。Instead of 怕，你不如发一个愿啊，怎么样？健身高路，当愿众生永远出三界，心没有怯弱。然后继续。见去下路，当愿众生齐心谦下，长佛善根。When going downhill on a road, I vow that living beings will be humble and respectful in their minds, and increase in the Buddha's good roots. 你的车呢？往上山就往上嘛，升高路。下山的时候哈，去下了。你这时候呢要发愿，见去下路，当愿众生齐心谦下，长佛善根。希望众生呢啊，我们往下就表示我们的心要谦下，不要共高我慢。一个人呢如果心里很谦虚哈，他就会增长他的善根，佛的善根。所以我们就是发愿，愿众生都能够心里很谦卑，不要共高我慢，能够接受佛法的滋润，然后增长自己的佛果的善根。我们继续看来，见邪趋路，当愿众生舍不正道，永除恶见。When I walk on a slanting and crooked path, I vow that living beings will renounce the improper way and eternally eradicate evil wills.看到斜曲的路，那个路呢弯弯曲曲的，好，有没有？我们常常有时候遇到这样，你去把当本真带你就看到了哈，那一路上的弯弯曲曲，这时候要发愿，愿众生啊，弯弯曲曲就是不正的意思啦，
弯来弯来弯去，就表示希望众生要舍掉不正的道，不正的道不要走，那邪道不要走啊。那个好像你的工作啊，如果是属于走私啊什么，这都是邪道，不要走。希望众生舍不正道，永远除掉恶见。为什么众生会走在邪道呢？因为恶见，他认为这样是对的，他走私这样可以赚很多很多钱啊，他觉得这样才是赚钱的妙法，他认为他这个想法是对的，其实他这个想法是恶见，不对的，会伤害很多众生，他不管这个问题，所以他有恶见才会走不正道。因此你带众生发愿，愿人人都能够舍不正道，怎么样永除恶见。我们继续啊，这个最容易发的，若见直路，当愿众生其心正直，无惨无狂。When I see a straight road, I vow that living beings will become proper and straight in their minds and be without flattery or deceit. 我们如果走在高速公路 highway, 常常都是很直的，所以一看到直路就要发愿，若见直路当愿众生，看到直路就想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也要像这个直路一样很正很直，不要见到有钱人有地位的人就想要谄媚他奉承他啊，见到比较差的人你就要欺骗他啊，就要看不起他，不要这样。所以我们呢发愿众生都其心正直，无惨无狂啊。你看到那个路上很多尘埃，或者是你的家外面啊没有扫干净很多尘，不要生气，要发愿啊，见路多尘，当愿众生远离尘笨，或清净法。When I see a dusty road, I vow that living beings will get far apart from dust and attain the pure Dharma. 我们凡夫呢很妙的，如果我们开在高速公路，突然间那一段路很多尘啊，你一定讲，哎呀，为什么这样多尘？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就 king 起来了，就谈起来了。哦，一定是那边呢、啊、挖什么啦，怎么样怎么样啦，一直谈那些，谈那些有功德吗？没有功德，我们发愿。见路多尘，当愿众生远离尘笨或清净。这个读成笨啊 ，b-e-n 笨，第四音，笨蛋的笨，尘笨或清净法。希望众生呢，尘都是我们不喜欢的哈，所以我们发愿，我们不要有尘笨，就是我们不要有，这个内心不要有肮脏啦，能够得到清净的法。哎，看到路很干净哦，啊，他说，哎，怎么扫得这么干净啊？这样只是赞叹，也没有什么，不如发个愿，见路无尘，当愿众生常行大悲，齐心论责。When I see a road that is free from dust, I vow that living beings will always cultivate great compassion and be moistened and nourished in their minds. 好像如果你们去新加坡，新加坡的路都很干净，好像没有尘啊。我们多数人哦，如果没有学精恨品的人，他最头上，哎呦，你们新加坡很干净哦，就最多讲这句话而已，就没有想到 relate to Dharma。可是呢，如果你有受这个熏陶的人，他就会得功德，他就会想到啊，见路无尘哦，对啊，净恨品说见路无尘，当愿众生怎么样，常行大悲，齐心论责，哇，不得了！这个大愿一出去，反而你的心以后就会常，你是第一个，因为是你讲出来，你是众生之一，反而是你第一个做得到的人，你知道吗？你要人家好，大家都好，你第一个会先好的。所以你不用讲，你自己都可以，你就照这个发，见路无尘，当愿众生常行大悲，齐心论责，啊，就是希望众生行大悲。行大悲呢，他的心就很论责，很光泽，他的心不是暗淡的。看到那个路很危险啊，你们走到一段路很危险哦，不要怕哈，记得发愿，大家都。若见险道，当愿众生住正法界，离诸罪难。When I see a dangerous road, I vow that living beings will dwell in the proper Dharma realm and separate from all offenses and difficulty. 你们以后记得哦，你们开车开到某一个地方，常常 accident 的地方哦，你不要每次开到那边就跟你的车上人讲，哎，这里咯，常常 accident 的咯，那个车常常这样跳下去咯，我昨天又看到咯，前天报纸又登咯，又如何，不要讲这些，越讲越多 accident 出来，你知道吗？因为那个 accident 的 energy 很强了，就会吸引更多 accident， 一切什么唯心造，你不要 accident， 你赶快跟他发愿啊。若见险道怎么样，
当愿众生住正法界，离诸罪难。假如啊，我们众生都住在正法界，真正的法界啊，就是没有烦恼的。正法界就是没有烦恼了的意思啦。住在没有烦恼当中，就可以离开所有的罪难了咯。为什么人间有灾难？因为你造罪。为什么造罪？因为你的心起烦恼，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发一个愿，危险，危险就是我们所怕的境界，对吗？因为你会受到危险，你可能会失去生命嘛。所以呢，这个险就会有灾难，危险就有灾难，对不对？那我们就会联想到，哦，灾难从哪里来？要离开灾难，好，就必须要住在什么地方？没有烦恼的地方，就是正法界。因此，你就要联想到，大智文殊菩萨教我们，看到显露，你马上要联想到，希望众生的住在正法界，没有烦恼的境界，然后就可以离开一切的罪难哦。什么都危险度对你来讲也不是危险的，因为你是没有烦恼的人，你没有那个造罪的因，你绝对不会受灾难的，对吗？所以这才是究竟治本，不是治标。你说那路多么危险 ，OK， 你把它补好好，难道就不会 accident 吗？还是会啊，对不对？因为那个人有那个罪嘛，他就会有 accident 啊，对吗？所以不能治本的。我们呢，怎么样保护这个世界要和平啊？用什么方法？围那个篱笆也好啦，走到怎么样都不能够免掉罪难的。除非你住在正法界，你一直一直懂得把你的心住在法界，没有烦恼的境界上，你就可以呢。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起烦恼，当下的心就是什么呢？菩提。烦恼即菩提嘛，没有烦恼就是菩提，菩提就有智慧，有觉悟，就会懂得发愿。所以变成你每天哦，行住坐卧都发愿，你一直有功德，你一定能够灭罪的。所以以前的造的罪都可以灭掉的，不用担心。所以主要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愿非常的好啊，愿一切众生住在正法界，没有烦恼的境界，离开一切的罪难。好了，我们学了几个路上的愿啊。啊，你们从家里出门就要来了。发指向道一哈，第二是什么？若在于道。第三涉路而去。第四见身高路。第五见趋下路。第六见斜趋路。第七若见直路。第八见路多成。第九见路无成。第十什么？险道，见道险道。有关路的干净不干净、危险弯曲等等，都可以让你呢开阐法门。你可以呢弘扬种种的法门，可以延护法尘。你去到哪里，你都是保护那个佛法，你都是住在佛法上，然后你可以洗掉你的垢污。我们内心的烦恼就是垢污，就可以洗掉，显明清白哈。Review the pure white dharma， 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清白的法显出来。什么是清白的法？就是刚才那十个什么净恨品的愿，就是清白的法。你能够发呢，你就可以离开污浊，然后你会显出这种清白的法。将来我们就能够如我们所发的愿这样子，我们一定做得到，众生也可以做得到。我们继续看来，光荣佛法宣流正化，入国分位获诸丰盛，主功德是福田。He unifies everything in the Buddha Dharma.And thus proclaims the right teaching. He enters the town to beg alms. He accepts even rich food to enable the donors to accumulate merit and also to show that he is a field of virtue. 光荣佛法宣流正化入国分位获诸丰盛主功德是福田。示现成佛的大菩萨呢，他的生活是这样的，他常常呢光荣佛法，他能够呢用他的智慧光跟佛法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因为你有智慧，你所行所作都跟佛法相应，意思是这样。就像我刚才讲嘛，那十个愿难道不是吗？那十个愿就是跟佛法相应的愿，要有智慧才发得出耳。你没有智慧的话，你就一次只会天开天开，一直谈的都是轮回的东西，又不能得功德，对吗？所以必须要有光，我们都要有智慧光，就有办法把境界融合变成佛法。然后呢，你都可以宣流正化，你可以宣扬正法。
有这样子的能力的人就已经是福田生了，有福田了。你不管入到哪一个地方去，你都可以得到很多众生的供养，或诸风散，有人就会给你很好的食物。然后呢，你这样子呢， 你得到这些好的食物，你是让那些布施者可以怎么样累积功德，你视线做他们的福田，你接受他们的供养，他们会得到福报，所以你是他们的福田，你给人家功德。为什么你可以值得人家供养？因为你已经活在法上，你住在 佛法上，正法界上，你不会造罪，你是能够转境界变成功德的人了，所以你很有福报，可以呢给众生种福田，让他们得到更大的福。你有福，你也让别人有福，别人供养你，你就有福。这个是菩萨生了哈，他们已经有这个能力了，这是佛嘛，视线成佛的菩萨。我们继续看，欲宣法现心效，以诸法药救疗三苦，显现道义无量功德。Wishing to expound the Dharma, he smiles and so cures the three pains with various Dharma medicines. He teaches that the aspiration for enlightenment has immeasurable merit and 欲宣法现心效，以诸法药救疗三苦，显现道义无量功德。视线成佛的菩萨，这时候呢，当他每次要宣扬佛法的时候，他会先视线微笑，啊，微笑。你看啊，佛要讲重要的法的时候，他一定会，只要那个法能够利益无量众生离苦得乐，佛一定会先笑的。他笑是有意思哦，不是我们随便乱笑的哦，开心就笑，不是。佛他笑是真正他看到他一讲接下来要讲的话，可以很多人离苦得乐，所以他为众生能离苦得乐而开心啊，所以就欲宣法现心效。那他所讲的法就像药一样，叫法药。佛所说的法可以救我们的病。我们有什么病呢？我们有三苦的病。什么叫三苦啊？苦苦、坏苦跟行苦。我们的病呢就是苦苦，当你生病是不是苦苦啊？苦中之苦啊。然后呢，当你呢苦苦坏苦，当你的好东西呢坏了，你不是苦吗？这叫坏苦。然后呢，你有没有失去什么坏东西？你有没有生病？你没有什么事情也苦哦，因为呢你不能够停止不老啊，对不对？你不能够停止不会臭啊，多几个小时你流汗你又臭了，所以这个就是行苦。虽然你没有承受苦，你自己也没有坏，你也没有给人家骂，你没有什么境界，但是你也有行苦，你不能够停止，你不会老，不会病，不会死，这个叫行苦。所以我们这个三苦的病要靠什么药来医呢？法药。所以佛就用种种的佛法的药来救疗我们的三苦的病，显现道义无量功德。他讲经说法会令众生呢发道心，想要成佛，然后呢就有无量的功德啊，大家都会得无量功德，然后佛也可以得无量功德。当他能够呢令众生呢发道心，哎，道义的意思就是说发我要成佛的心。假如你们听经的时候，我一定要成佛，你有这个心出来，你就当下有无量的功德了，你知道吗？虽然还没成佛就有无量的功德。华严经初发心功德品讲得很多，一初发菩提心啊，真的菩提心一发出来，功德超过你救无量无边众生成阿罗汉果，那种功德还比过救很多人成阿罗汉果还要大，比那个还大。所以发菩提心多么重要。所以佛呢他会讲很多的法，从小乘法讲大乘，然后讲到究竟圆满乘法华华严，你学到这些圆满乘哦，法华华严的法，你会一定会发菩提心。当你一发菩提心，你就成就无量的功德，因为有菩提心你就可以成佛，一定可以成佛。我现在给你们看菩提心的妙啊，真想要发大菩提心的人，你们一定要去看这一品华严经卷第78，这一品你去看呢，你一定会发菩提心。他有讲有很多很多譬喻哦，菩提心的譬喻，然后有了菩提心就会有无量的功德。所以那边不讲发道义，刚才不是说
显现道义无量功德吗？就是令众生哈，当我们人哈的烦恼苦没有了，我们就会发菩提心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发菩提心，我们就得无量功德。所以刚才我看到这里也是讲菩提心有多么多么好，然后他说善男子，你看呢、啊？你看，若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则已出生无量功德。如果有人发了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的话，他已经出生无量的功德，然后普人摄取一切智道。当你发菩提心之后，你就有无量功德，然后你一定会修一切的一切智的道，就是佛智。你将会修佛的智慧了，你所做的都会令你得到佛的智慧。有菩提心之后，就会修佛智慧。不然的话，修来修去就修烦恼慧了，不是智慧，啊，对不对？啊，越修越烦恼，不是的。你发了菩提心，你绝对得无量功德，绝对会呢，摄取一切智道。你会呢去走什么道啊？一切智道，佛智的道。你们看啊，我不放大了，我放小小。善男子，我们读善男子，菩提心者，犹如种子。能生一切诸佛法故，菩提心者犹如良田，能长众生白净法故，菩提心者犹如大地，能持一切诸事坚固，菩提心者犹如净水，能洗一切烦恼垢故。好了，几个先。发了菩提心之后，就等于有了种子了。他能够生一切佛法，一个人一发了菩提心，什么境界对他来讲都是生佛法的。就像我们刚才说，你就会见到普通的事情啊，看到邪路啊、直路啊，你都会生佛法，因为你一发愿就是生佛法。你一不发愿呢，你就去讲东讲西，那个是生轮回的种子，不同哦。对，在一念之间啊，对不对？啊，你起这样念头，你就是走轮回路，一起将念头，天哪，就是生佛法了。所以这里说就是种子，有了菩提心，你就等于种下那个种子，将来你看到什么，你都是可以生佛法的时候，不是生烦恼的时候。我们要生佛法生烦恼啊，生佛法。你看到那个恶人啊，或者你看到人家破戒，人家不守规矩，人家犯规矩，你都可以生佛法的，对不对？金刚品里面有教的啊，当你看到人家不守规矩，你就想到什么当愿众生怎么样啊？你去找111个愿都有关这些，你都可以拿来发啊，这样呢就可以生佛法，不是生烦恼啊。然后呢，而且还有一点我要再强调一下，我们看到别人家做不对的时候，别人不对本身就是不对，对不对？他不对，然后你起烦恼也没有对啊，你陪他一起不对耶，他黑暗你陪他一起黑暗了，就是起烦恼就是黑暗嘛。他已经不对，已经黑暗，你再来起烦，你陪他一起起烦恼，陪他一起堕落。所以你如果有慈悲心的话，你应该要帮助他。怎么帮助他？发好愿，你一发好愿呢，就可以帮助这个人的命改，而你也修福修慧，发清净愿，多么好啊！又纯想，所以反而呢，看到人家不好会生佛法，然后呢会帮助一切众生修慈悲喜舍，修清净愿，多么棒！愿我们都一定能做到。你们说一定吗？可以吗？可以的举手。啊，你讲你可以，一定可以的，一切唯心造哈。你说不记得啊，不记得就不记得了，不一定啊就不一定哦。一切就看你这一个念头来决定，你知道吗？啊，我去新加坡说可以吗？他们一定讲可以，他们很能够明白啊，这个 theory 马上拿来用的。OK， 我们继续看啊。你看，菩提心者犹如良田呢，能长众生白净法。当你一发菩提心之后啊，你就会住在菩提心里面，不是住在烦恼，因为烦恼即菩提。只要你住在菩提，你就是不再住在烦恼。你如果住在菩提心，哇，菩提心像良田哦，很好的田地，你来种什么都会种得很肥沃，对吗？而且可以种的都很干净啊，不是比 organic 还好的那种啦哈，不用加肥料，它本身就是良田嘛哈，不是有毒的那种栽培出来的地呀，哈，叫良田。有了良田啊，能够长众生的白净法，
也就是说，哎，真的是很棒哦。怎么说呢？如果你是一个有菩提心的人，你今天见到众生很坏，你都会想要慈悲救他一命，对吗？帮助他，那你就可以发愿给一切众生，你就长养一切众生的白净法。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发的那个十个愿，有没有？见路很肮脏的时候，我们要发愿一切众生什么？你们抄的，见路多尘，当愿众生什么？有没有人抄下来？远离尘笨或清净法，对呀，远离尘笨或清净法，就是带众生都能够得到白净法咯。清净法就是白净法咯。所以看到很肮脏东西，你还都会想到呢，给众生白净法，就是因为你有菩提心，你时时要觉悟，菩提就是觉悟，你看到什么就起一个觉悟的念头，而不是烦恼的念头。这个我在好几年前已经看到我的师兄弟，有的已经有这个能力了，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还没有，我们那时候在 CDR 哈，因为 CDR 地方这么大，常常要去割草啊，常常要扫地啊，扫树叶，扫了不久风一吹又来的哦，所以哦，你如果没有忍耐力，你会生烦恼心，累得不得了。哎，可是呢，我就有师兄弟哦，我的师弟哦，哟，真不得了，他跟我讲什么？他说，你看啊，我们一直扫啊。就是叫我们啊，要扫了又肮脏又再来扫啊，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里面太肮脏了，要多扫几次才会干净。他都会想到这样，看到外面他都会觉悟，我的心也是肮脏，外面肮脏就想到我的心也是肮脏，所以我现在必须要扫了又扫，扫又扫，一直扫不干净，表示是说我很肮脏了，我要多扫几次很多次才能干净。他就会想到这个，就是有菩提心的关系，他有觉悟的心，看到什么他都会想到啊。这个已经在暗示我了，我必须要多多用功，少了又少，少了又少，不怕麻烦，不怕累，他会想到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哇，他的心很不简单，我都不会想到这个出来啊！你看，这个就是有菩提心的人，能长众生白净法啊。这个呢，以后有机会我真的想讲这个，这一卷真的很棒。以前我业障重，每次念到这卷一定睡觉的，很多年，十多年来，每次念到这卷没有兴趣的，那念什么菩提心者忧的什么，好像不懂，不然就睡着觉，就是没有发菩提心，所以不能看到。现在发了一点点啊，就欣赏了，会欣赏了，我就觉得哦，这个太棒了。所以我们呢，我觉得你们都是很有大善根的人，你们都还没出家哎，就学到这些法，然后出家这么多年，现在才会欣赏，才会明白。所以你们有无量的善根，在过去是种来的，不要看清你们自己，只要你们呢再努力一下，哇，都是大菩萨了，都是快要成佛的人了，信不信啊？信。 OK， 现在呢我关掉这个，我们看回这里。 Mr. Sim， how do you feel？ Are you agree？OK， 你看啊，救疗三苦，显现道义，无量功德。一发道心，无量功德就来，还没有去做事情而已哦，就有功德了。何况你以后呢，以这个菩提心来看人间，你会继续一直想到哦，这个事情在令我觉悟什么道理？啊，这个给人骂是觉悟什么道理？给人家赞叹是觉悟什么道理？然后要记得发什么愿才就近帮助众生。最后一段呢，我们再读。受菩萨记，成等正觉，示现灭度，诊计无极，消除诸漏，直众得本。By giving predictions to bodhisattvas, he enables them to attain Buddhahood. He demonstrates that he passes into Nirvana, but endlessly brings sentient beings to emancipation. In removing their defilements, planting various roots of virtue. 这位示现成佛的菩萨，这些无量无边哈贤劫来听无量寿经的大菩萨们，啊，他们呢都会在十方世界示现成佛，八相成道，然后到了这个地步呢，他们会受菩萨记，会看到呢哪一位菩萨呢已经qualified 可以成佛了，就会跟他们讲某某某某弟子，你将会在呢什么什么时候成佛？你的佛号叫什么？你的国度叫什么？都会给他们受记，受菩萨记，成佛的记。然后呢，说他们什么时候会成等正觉。然后受菩萨记之后呢，时间到了，这位示现成佛的菩萨就会示现灭度。
视线入涅槃，整寂无极。等到他视线入涅槃之后，他还是会继续拯救救济无量的众生，没有停止的时候。这一句话我现在我会解释，为什么我会解释呢？因为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觉悟了一个道理，一为无量啊，你知道吗？释迦牟尼佛现在有在吗？离开我们多久了？3000年。我试问你们，他还有在救你们吗？释迦佛还有在救你吗？他虽然没有亲自坐在这边教导你们，但是透过他的佛法传到现在，已经多少代了呢？多少代的出家人传到现在？如果世界上没有出家人了，就没有佛教。因为呢，佛教是必须要有三宝的，什么佛法僧三宝，而且一定要有比丘，没有比丘就没有比丘尼，比丘尼不能够住持正法，只有比丘啊，比丘能够住持正法。所以你想想看，现在世界上还有比丘，也就是释迦佛的法一直传到现在，他不需要亲自教我们，但是他还在救我们。他不用亲自教，他叫谁教我们呢？他的弟子们，那些出家人啊，还有他的经法，他的经法还在人间，有人看了读了都会明白，都会了生脱死，离苦得乐成佛。所以他的虽然他视线灭度，他的整寂是无极的，没有极限的，多么的棒啊！所以我们呢，成佛的话，你要教导众生，也不是说你要亲自去教无量无边众生，还有的不需要你亲自教，从你所教的人再去教下去，就无量无边，你明白吗？所以呢，我们尽管发大大的愿，你要讲我要度无量无边同生极乐国，皆共成佛道，我要度无量无边众生都能够呢成佛，你说这个愿可以满吗？说可以满的举手，真正的感觉可以满的举手。嗯，差不多了，只有3-4个人，还猛叉叉是吗？其他人都 qualify 了。你知道吗？为什么你们会举手？主要我相信你们也是有智慧。刚才我解释了吗？当你发你要读两遍诵时，你一定可以。不过有的不是你亲自度的，有的是你跟你有缘的，你度他们，从你有缘的人再推广出去，就无量无边了。明白吗？所以一定可以的。如果你说我只要度10000人去极乐就好，那真的只有10000人而已。你不如发个愿，度无量无边众生同生极乐国，皆共成佛道。那真的是如此，可能要很多代之后呢，就无量无边了。但没有关系嘛，反正你有这个愿，就一定会实现的。就像释迦佛也是到现在还在度无量众生呢，成佛嘛。他讲阿弥陀经，劝人家要发愿去极乐，就是度无量众生成佛啊。他都不用叫你念，他都不需要呢亲自叫你，哎，你要念佛念佛。他讲一次经就搞定噻，对吗？他讲一次阿弥陀经就可以度无量的人来修净土，无量的人呢求生西方。到了末法时代，法灭尽时，只剩弥陀经注释，还可以救100年的众生，还有注释100年可以救无量众生去极乐。最后只剩南无阿弥陀佛，又可以度无量众生啊，在100年内去极乐。最后剩4字，也是100年内可以度无量众生去极乐。这些是谁度的啊？释迦牟尼佛度的，他的愿力，还有阿弥陀佛的愿力啊，这个都是十方诸佛他们的愿力，才使到我们到这个时代，我们还可以学佛法。所以我们呢，上人讲，我们发愿一定要发很大很大的愿，越大越好，佛果位更大。你心量小就小咯，那所以我们要整寂无极啊，视线灭度，整寂无极，消除诸漏，直众得本。它能够令众生呢，把他的种种的漏，欲漏啦，欲望的漏啦，无明烦恼的漏啦，习气毛病的漏啦，犯戒的漏啦，这一切漏全部消除。当你这些欲漏、烦恼漏没有了哈，无明漏没有了，你一定所做的一切就是在种什么？直众得本，你只是在做一件事情，你所做的事情就会增长你的德恨、你的功德、你的福德，你一直会增长，因为你不是起烦恼。就像你看金刚经说嘛，你不生烦恼就生什么佛法、白净法。你生白净法就是功德，而且你所生的白净法是为众生而生而发的愿，当然就是直众得本啊。
我们不能够执重得本，因为我们有漏，我们发脾气，我们不高兴，我们生烦恼心，我们难过，我们伤心，我们害怕，就是这些漏使我们呢忘记了利用这个境界来修德。我们利用这，我们只会用这个境界来生烦恼，哈。所以现在呢，佛呢来到人间，就会教导我们，要消除诸漏，执重得本。啊，继续讲，具足功德，微妙难量，由诸佛国普现道教。And attaining excellent merit, he display wonderful and inconceivable works. Furthermore.Each of the bodhisattvas in the assembly is able to visit various Buddha lands and expound teachings of the way. 具足功德，微妙难量，这是指谁呢？就是这部经哦，讲到这个地方呢，还在继续描述那衔接所有的来听《佛说无量寿经》的大菩萨。他们因为能够做这种事情，到十方世界示现成佛，然后呢又教导众生，魔他也教，然后呢教导众生怎么样利用境界执重得本，消除你的漏，你的种种烦恼心。因此这些大菩萨们都是本身已经怎么样具足功德，微妙难量，来听无量寿经的菩萨们，个个功德圆满，个个都有微妙不可思议难量的那种功德，他们的都已经很有功德，还来听什么无量寿经。然后他们本身不但是已经到十方有这些功德，他们还有做一件事情，由诸佛国普现道教。这些来听无量寿经的大菩萨们也都会呢到十方佛国去游行游历，游历到那边去做什么呢？普现道教，到十方世界哈，去教化众生怎么修道，怎么学佛，这些种种的教法，就教导他们，就叫普现道教啦，教导众生这些道。因为你不讲，人家哪里知道佛道是怎么一回事嘛？所以你们来听经闻法，也就是我们在这里也是普现道教咯，让所有的人呢看到佛道是这样子的，修佛道的人应该那样的，真正的教法是应该这样的。就像你们学了这些精恨品的道理，本来修行都应该这样的，不是生烦恼心，是利用日常生活来修诸功德。那你们听懂了，就是看到了这个道教，所以佛就会到十方世界呢去教化众生，让他们知道真正的道是什么，真正的教是什么。好，所以这个你们以后啊做大菩萨的时候，一定要发大菩提心，到十方世界去旅行。不过不是去玩耍，去做什么呢？普现道教，到哪里去都要去弘扬佛法，让众生知道佛道是怎么样一回事，佛教是怎么一回事，真正的佛教是怎么样的，真正的修道者应该是很快乐的，时时都可以呢利用境界来发大愿，不是利用境界来生烦恼的，来造罪的。继续啊，其所修行清净无秽，譬如幻师现众异象，为男为女，无所不变。His manner of practice is pure and undefiled, just as a magician with his perfect skill can create at will various illusions, including images of men or women.其所修行清净无秽，譬如幻师现众异象，为男为女，无所不变。这一段呢是在描述这些大菩萨听无量寿经的大菩萨，他们的修行的功夫是很清净，没有染污的，不会肮脏的。然后呢他们呢很自在哦，很解脱。怎么样呢？他们像那个幻师啊，像昨天你们去登彼岸看到魔术师吗？那个年轻人呢，那个还是有限公司啊，你稍微注意看，他还是从他那个 pocket 拿出来的。你看啊，譬如幻师，真正的幻师啊，他很厉害的，现众异象，一下子给你看这个看那个，你不知道他从哪里跑出来，好像空虚空中拿出来的，你怎么样也看不出来的那种啦。他可以一下子变男，一下子变女，无所不变，什么都可以变。这些菩萨就是有这个本领，一下子可以变一个狗，变一个猫，变一个什么，就可以度不同的众生，不同的根性，他可以自在的就教化众生无障无碍。好了，继续再读一段。本学明了，
在意所为，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学一切法，贯中履练，所住安地，弥不感化。At will, so the Bodhisattva, having thoroughly learned all the matters of emancipation and attained serene awareness of reality, can freely teach and transform beings. 本学那个很会做把戏的那个魔术师啊，一流的魔术师，为什么可以自在变化男女呢？因为他本学明了，在意所为，他所学的功夫已经到了很清楚的地步，很高尚的地步了哈，明了了，很清楚，他已经很清楚该怎么做，让人家完全看不出那个马脚的了。他完全很清楚了哈，本学明了，学得很清清楚楚了，已经不会糊涂了，不会说又再出差错那种了。所以他就可以在意所为哦，他要怎么样，心想变什么就可以变什么，变男就变男，变女就变女，他可以这样子。此诸菩萨亦复如是，这些大菩萨就像一流的魔术师一样，他要变什么，想什么，马上就可以有。自在无碍，那他们本身已经学一切法啦，观中履练呢，他们呢什么法都通达啊，都很熟悉，很老练呐。而因为一个人哈，好像譬如你们要去比赛啊，唱歌也好啦，演讲也好，假如你练到很熟，你会不会害怕紧张呢？你都知道了，你一定 OK 的，你已经熟得不得了，你一定安心，不会紧张。这些菩萨来教我们，会不会紧张啊？哎呦，慧敏很难教哦，我真怕他啊，会不会这样？不会的嘛，对不对？因为他所住安地，他已经住在安的真地上，心很安，因为什么都通达，没有一个事情可以难倒他，什么事情都在他所学的范围里面了。弥不感化，因为自己已经通达一切，没有哪一个人他不能够感动他、教化到他的。所有众生多么恶，好，多么懒惰，多么糟糕，他都有办法教化到你，因为他已经通达一切法，他心很安，他很有经验，知道怎么教化众生。然后再来，无数佛度皆悉普现，未曾慢之悯伤众生，如是之法一切具足。He manifests himself everywhere in innumerable Buddha lands, performing acts of compassion for sentient beings, tirelessly and with diligence. He has thus obtained complete mastery of such matters of emancipation. 这些大菩萨哦，要听我无量寿经的大菩萨，他们能够在无数佛度普现，他可以普现在十方佛度那边去度众生。他不管是现在哪一个佛国度都好，他都从来不会哈慢之悯伤众生。他因为你们知道吗？这些大菩萨是不是很厉害呀？啊，变魔术什么都通达。如果是凡夫有这个能力，那个凡夫一定会骄傲，对吗？一骄傲就会伤害到人的，一定的。所以呢，可是菩萨好厉害哦，他真的这么样子的厉害，但是他到十方世界去，他绝对不会用自己的本领来供高我慢，来去伤害众生，来令众生呢受伤啊，自尊啊，各方面都不会。如是之法一切具足，他所有的那些能力啊，种种的法他都具足，没有一样他做不到的。我跟你们讲哦，我这个还没有讲完，你看你们自己想想看，我们讲到这里已经很多段经文了嘞，一直在描述什么啊？描述什么你知道吗？只是在一直描述这些来听无量寿经的大菩萨们的德行，一直在赞叹他们的德行，他们可以做那么多的事情，为什么还没有讲无量寿经就讲这些菩萨们有种种的功德，做种种的事情？为什么在暗示你们什么你知道吗？你一定知道的，回家去想一想，我下个礼拜天跟你们讲。哎，你们来跟我讲，不是我跟你们讲，因为你们有智慧的。为什么无量寿经一开始就告诉你，这么多菩萨来听法的人的德行赞叹的那么长，阿罗汉才讲那么一点点，对吗？就是说神通通达两个字罢了啊。你不信你去看啊，第六十七啊，我就要害那给你们看，让你们去思考一下，很妙很妙的。你看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对不对？只讲说哦，他们一万二千人的这些阿罗汉比丘都是大圣人，他们神通已达，
两句罢了，神通已达。但是一轮到菩萨的时候啊，就叹菩萨德，你看叹菩萨德有没有他的 outline， 然后就开始哦，皆尊什么普贤大士的德恨，下面所描述的一切都是普贤恨来啊。各位，你要修普贤恨，你一定要怎么样，有无量的恨，无量的怨，遇到什么事情都是修行的时候，对不对？洗手啊，睡觉都是修行，然后呢都是发愿的时候，无量恨愿安住在功德法上，然后 一步一步告诉你咯，到十方世界去示现成佛，然后成佛之后又做什么事，然后呢又讲法啦，又怎么样怎么样，一直到我们现在讲了那么多，都是说这些大菩萨所做的一切都是修普贤恨，他们这些来听无量寿经的菩萨都是华严海会的大菩萨来，华严海会的菩萨都是修普贤恨，来听无量寿经的也是这个跟我们有关系的。你去极乐世界你会修什么恨啊？也是普贤恨。这个 example 就是我们的 future， 你去了极乐之后，你一定会像这些来参加无量寿经的大菩萨们的修行一模一样。你我还没讲完呢，再接着下来下个礼拜还有更多，慢慢慢慢来你才看。所以你看妙不妙，还没有跟你介绍阿弥陀佛之前，就派一个人呢，就是阿弥陀佛的那种愿力所教导出来的，而且他的愿力所能够加倍到的众生将会有什么能力，先把这一些有能力的菩萨先赞叹赞叹给你们听，也就是暗示你，你去极乐你跟他们一样，很妙的不得了。以前我第一次看无量寿经的时候，98年读，我不知道我在读什么，就是这样读过去，有时还打瞌睡哦，这样看看经，这样看过去，他讲什么我真的不明白。可我今天我这样子来跟你们研究，我也没有再去看，我这样马上就给你们看，我就讲。可是我这样一讲，我就可以感受到说，为什么这里要讲这个，有原因的，哦。然后呢，哎呀，太妙太妙了。总之，经典是不可说不可说。我们呢，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天再继续。你们听得开心吗？我都开心，我都很开心，因为多么好啊！这个太妙太妙了，比你吃一顿饭更开心哈，选民会不会？你这个是吃什么饭呢？法的食物，这个是养你的法身慧命。你去吃一顿饭是养你的色身，那个养一天不够，还每天养。同样的，你听法也要每天听的，你才会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庄严。好了，我们今天到这里，现在回向。